9月5号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，目前自己和团队正在攻关的超级稻来势很好，可能在10月突破亩产1200公斤大关。袁隆平说，粮食始终是国计民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，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，中国在1996年提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，目前该计划的5期目标已经全部完成，分别是亩产700公斤、800公斤、900公斤、1000公斤和1100公斤。我希望今年我们的示范田就是百亩片呢、是吧？不是一亩两亩，实现1200公斤18吨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献礼。前不久，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布，袁隆平成为8名共和国勋章颁授建议人选之一。对此，他表示，这对自己既是鼓舞，也是鞭策。这个对我是既是鼓舞，也是鞭策，是吧？我希望呢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啊。已经虚岁90的袁隆平笑称，如今他已经从80后升级为90后，未来要健康快乐超百岁，就像超级稻攻关一样，不断超越新目标。现在不是百岁，现在要超百岁。超百岁，一定要超百岁。他们说我们是健康、快乐、超百岁。这样要超1200公斤一样。健康、快乐、超百岁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